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以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罗意威品牌全球代言人王一博出发巴塞罗那。王一博于2024年10月27日凌晨乘机飞巴塞罗那，据透露是参加奢侈品牌 LOEWE 罗意威的商务活动。王一博是 LOEWE 罗意威的品牌全球代言人，而罗意威是1846年在西班牙成立的全球最大奢侈品公司之一，品牌至今已发展了175年。不久前多个营销号发布不实信息，说王一博罗意威代言不到一年就掉了，纯属造谣。王一博的商业价值高的一骑绝尘，也是国内最具时尚价值的男演员。王一博作为唯一在榜的中国籍明星登上2024 BOF 500强 Business of Fashion， 横跨香奈儿和 LVMH 集团，同时拥两大奢侈品牌的最高 title。 10月17日的 Vogue 时尚之力盛会上，王一博身穿罗意威2025春夏超级西装攀岩。Vogue 晚宴香奈儿中国区 PR 坐在他身边。营销号造谣王一博的时尚地位，大可不必。巨星行程繁忙，顶奢、高奢的各项活动不断。王一博能够把演员和时尚 icon 两个角色平衡得恰到好处，还能兼顾自己的兴趣爱好，去年刚拿到赛车执照，今年就能在专业的 GTSC 比赛上拿到冠军。王一博电影热烈也是好消息不断，持续在海外各大电影节、电影周上展映。电视剧《追风者》还被第20届中美电影节电视节推荐为最值得看的影视作品。影视、时尚、体育是三个独立的圈子，但王一博在这三个圈子里的实际全部有目共睹。王一博才是名副其实的跨界全能巨星。